我就想不明白了，几千块钱的造型都做了，咋就舍不得花点小钱买一款这样的免洗顺发精华呢？它是免洗的顺发乳液，只要轻轻一按两滴，涂抹在干枯毛躁的地方，水乳织的不油不腻，让头发更好的吸收。有了它，你就不用使用护发素和精油了。用了一辈子的护发素还是干枯毛躁的，姐姐们赶紧试试免洗顺发，更方便好用。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，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，大家想要拉直想要柔顺，不需要去理发店，现在在家就能做焗油护理了。头发洗完涂抹完不用清洗，直接吹干，吹干后头发真的超级直超级柔顺，看起来又光又亮。绝大多数人还在傻傻用护发素，聪明人不花冤枉钱，在家偷偷省下几千块。你知道吗，护发素并不能改善发质，冲洗后发质还是一样的干枯毛躁，这款免洗顺发精华就能很好的改善这个问题。因为是免洗的，所以营养不会流失，只需要几两泵在手心均匀揉搓开，涂抹在干枯毛躁处，自带香味，非常清爽，抹完一点也不粘手，还有微微的光泽感。老婆说用了一辈子护发素，真是后悔，后悔没有早点买这款免洗顺发精华。